了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谢谢白安。谢谢。今天带来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来陪伴大家，听来开心吗？开心啊、哦！开心不是说开心，要开心吗？好，频道朋友都非常非常可爱。OK。好的，我们目前在第二天的屏东三大日音乐节，今天是文青之夜。刚刚听了白安，听了一开始严艺格，还有听到李友廷。接下来我们又要来到了送礼物的时间了。但是呢，送礼物的时间，我先问一下现场想要礼物的请举手。我也好想要哦，你们什么？你要毛巾，这边给我指定就对了。好，你要钥匙圈，好，你要毛巾。但重点是，我要先提示一下，跟你说，我现在要讲的要认真听哦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在屏东其实有很多很棒的活动，那欢迎大家在4月24号开始可以来到我们的屏东黑尾鱼，我们的文化观光季，一直到7月4号都有非常棒的活动。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，请给我一个最热情的尖叫声，因为。我们现场根据统计，在现场的朋友哦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们今年的屏东三大日第二天，已经有了50000人的记录。尖叫声在哪里？哇哦，这已经是创下我们屏东三大日音乐节的最佳纪录，有50000人，而且在网络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锁定。然后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，尤其是在控台这边的朋友，后面的朋友可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吗？后面的朋友要提醒大家，因为今天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在控台附近的朋友啊，麻烦大家帮我留意一下你的脚边有没有一些线，我们有这工作人员硬体的线哦，请大家看到线千万不要踩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转播平台，都需要在我们今天很多的工作人员的硬体设备跟这些线路上面呢，请大家帮我们小心的维护 ，OK？好的，然后刚刚讲到4月24号有什么活动？尾鱼季，哎，什么尾鱼？黑尾鱼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想要礼物的，给我一个热情的声音。麻烦下次给我耳塞好了，我耳朵好痛。好，我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4月24到7月4号要登场的是什么活动？谁最大声？我听一下，哪一位？来，等一下，有一位 TB 我爱你，帅哥，4月24登场的是什么活动？大声一点，就是我们东港的黑尾鱼季，毛巾送给你。好，再来问一下，接下来要登场的，提示一下，是一位男生，有人知道是谁吗？好，你真的很热情，你告诉我最大声的，还有哪个男生还没登场？姑姑，大声一点。送给你，好的，要回到现场喽。现场朋友，尖叫声在哪里？欢迎来到2021屏东三大日音乐节的第二天，今天是文青之夜。然后呢，刚刚非常多的天王天后轮番上阵，接着下来要登场这一位，最近他一直在运动。在我们桑立的全明星运动会有非常亮眼的表现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这一位可以哦，非常的可以哦。接着上来，你们来介绍好不好？我们要一起热情的掌声欢迎。舞台交给果果吕思伟。
摇滚区的朋友你们好，旁边看台区的朋友你们好，后面草地上的朋友你们好，我是顾宇睿，好久没到屏东了，现场有屏东的朋友吗？那有高雄的朋友吗？有中部的朋友吗？有爱我的朋友吗？ OK， 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来了，那其实我很快会再来，我8月21号会在高雄开我的演唱会，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那希望到时候有机会也可以看到屏东的朋友。那还有一个时间更快，就我在4月25号的时候就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前面办一个活动，帮大家签我演唱会的门票。那我最近运动会身体蛮好的，我应该可以签很久，所以屏东的朋友你们尽量来，我一个一个慢慢的把你们签完，好好的看你们的脸，跟你们握个手，跟你们 say hi， 认识一下新朋友。那接下来我要唱一首很久没唱的歌，然后希望你们还记得这首歌，我等一下听一下你们副歌的音量就知道屏东的朋友还有没有忘记我，因为我最近在运动会，我当运动员太久了，好久没唱歌了，副歌帮我唱好吗？ OK， 为爱而爱，刚刚我是建木啊，本来在唱歌的时候都有那个手电筒，好漂亮，如果你们手电筒手机还有电的话可以把它打开吗，让我看到你们。 Yeah， 对，我也是坏，不欣赏孩子因为不我爱，乖面子责怪，冷漠的太乱枯燥，我爱不明不白的休息明白，不在乎的倔强管谁奇迹败坏，是非黑白，请你
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最近你们有看全明星运动会吗？好，清楚一点，有吗？今天我带来我的队员，一起唱歌给你们听。而且今天这首歌呢，是全明星运动会的片头曲，非常励志的一首歌。那在这段期间里面，全明星运动会里面的20个队员们，蓝队、红队都非常非常的努力。希望呢，所有看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多看到这20个团员、队员、红队、蓝队的努力，一起帮他们加油打气，好吗？